在日本拍电影的时候，坐火车，然后回到东京，这个路途上面呢，看那个日本的稻田，我想到这个旋律，回到香港呢，就马上就把它录出来。我觉得自己觉得还蛮特别，很少会为一个数字写一首歌曲。DHC 化妆品牌其实是1983年在日本成立的，短短的几年间已经很快红据了日本通讯贩卖化妆品市场的 No.1 位置。而通讯贩卖这个概念可能对于香港消费者来讲比较陌生一点的，好想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去告诉香港的消费者听这个通讯贩卖这个化妆品牌这个概念。咁之所以我就制作了这个特别的广告片，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日本呢是 No.1 的一个化妆品牌。我哋要揾佢代言人嘅時候咧，我哋都首先要個 criteria 就係話一定要揾一個可以代表 No.1 嘅一個嘅代言人嘅。我揀咗喺音樂界裏邊嘅 No.1 嘅一個歌手，嗰個人就係周杰倫。如果用一個樂器來形容自己的話，因為我最喜歡鋼琴，所以我應該會覺得自己是一個鋼琴。從以前到現在。几百年前其实就有钢琴的存在，那时候的音乐到现在还是可以一直流传下去。我希望我的音乐也可以像钢琴一样唱出来给人家听，然后可以一直流传到好几百年吧。处理整件事的时候，例如我会在那里想怎样可以 blend in with 他的人的感觉，而这个环境对我来讲就是 create 一个 DHC 的世界。这个人鱼啊靓了，Safari 好有一種你一望落去第一眼，哇！嗰種咁好 charming 嘅氣質咯。咁依啲女仔其實唔係你話咁易就揾得到。My name is Emma。其實好多人嘅面上面都有一份已經本身有啲俗氣喺度。我覺得 Safari 有啲嘢係好清新嘅。Hello, hello. You are everywhere. You come again. Go in this room.Choose one. Upside down. Upside down. Yeah. Okay, inside. Okay. What? Yeah. What? How? 周杰倫先生咧喺呢個燈光師打燈嘅之間嘅時候，彈好多歌俾我哋聽。咦，我冇試過拍片係咁好玩。我大聲啲再。我覺得有一個 moment， 我直突然覺得我哋去咗個走廊，直情你行埋去，你點咩歌都得嘅。So far OK。So far。OK。導演導演啊，真係唔係就咁口講。所以導演 burn 咗好多 energy 呢兩日。我想最大難度是大家怎樣合拍，這個我想是一個最大的挑戰。這個 You are so good。 錯。不如說對我來說，我覺得是應該用周杰倫，是周杰倫，我估計他可以做什麼。永遠不知道他會停到哪裡。其實即是話你某程度知道，不是他做一定不會咁。咁喺各方面其實我很有滿足感，因為大部分我都覺得原來我想的嘢係真係中。如果有創意的話，我會這樣。做出去突然砰摔倒，砰摔倒。這
设定大家应该会记得了，一看了就会记得。那算了，这不适合我。黑暗装粉粉粉塔 ，OK good。DHC 日本人气化妆品牌。因为其实而家已经系凌晨唔知几点钟啦，即已经知道我哋其实几咁赶，同埋已经叫做算冲过咗呢个难关，系嘛？希望凭住一个咁好听而又咁简单易记嘅旋律咧，令到香港消费者可以好快咁样认识到我哋 DHC， 同埋对 DHC 留下一个好深刻嘅印象。